今天我们来开箱台湾十月的素食新品。搞什么搞什么？我是阿星，我是马丁。今天我跟马丁两个人要来开箱，每个月一次，已经快变成我们频道例行的系列。剪头发啊？对哦，我的刘海消失了。本来你比我强，现在我比你强了。我现在想留一个新的发型，我大概三个月想换一个新发型。我想留一个那个全部往后梳，然后绑起来。但是我觉得我两个月就会放弃了，还没绑得起来就放弃了那种。我们今天呢，来跟马田来开箱十月的台湾素食新品啊，已经快可以帮这个系列取个名字了，神马素食抱抱，在家里的发型，好不好？这个月呢，我们有麦当劳、肯德基，一定有的。披萨汉，我觉得他们没有付我们钱，我觉得有点不错。每个月都有他们哎，我觉得他们是台湾的素食业里面就是变化最大的、最有诚意的，应该是他们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也是台湾素食业 YouTube 里面的龙头啊。整个 YouTube 大概就是让我们这一家在开箱这种东西哦。Pizza Hut 跟大家科普一下，你一直觉得是台湾人在搞怪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这后面的老板是香港，是你们同族的人，所以他是被没有踢出，没有，他来这个地方来荼毒台湾人，很可怕哎。这次 Pizza Hut 蛮多的哎，有一二三四四块。对，那我们从 Pizza Hut 开始吃起好了，来喽，吧，点心吧。首先是我们的甜点啊，上个月是不是也是他？好像是。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但是不是巧克力口味，我有点忘记了。一点拉丝的口感都没有，但巧克力的味道是香的，是好吃的。一般好像是那个鸡蛋仔，那个叫什么瓦瓦瓦吉，六年了，叫什么瓦吉瓦吉哇。下一个啊，先来看我们的主体好了，好不好？最近披萨哈在十月出了什么东西呢？巨大的吧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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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在想到底怎么绿一片，然后你盖上盖子以后味道爆啊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们先盖别的好不好？好的，来，这是甜点吗？三一，你好。三吧，你很轻哦。再一次？要再一次吗？对，不是要剪掉吗？不是要给大家看吗？太真实了，我要来点假的。三二一，你们好。什么鬼呀、啊？你知道人类有分成吃香菜跟不吃香菜？对，那种吃不吃香菜是你的基因决定啊。现在价格下降了吗？之前不是很贵吗？谁想知道它价格高跟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为什么它放这么多啊？超多哎、欸！但是上一次它出过，它没有付这个啊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日本人不吃香菜？哇，还是很臭。这个刚这么热过，对，热过。他给的这个是干嘛的、啊？是加上去的吗？加的，我觉得是上一次他们有做差不多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太少了。那个乌龟的，对，他是被投诉太少了。乌龟的那个其实还好哎、那个没有不够多，那个没有那么的香菜。这个要全加这样？我们要全加吗？啊，不要。他YouTube 哎，加了会吃吗？不加还是得吃啊，对不对？来啊，基因改造啊，来。这个等一下拿去留下给管理员，他也不会要，他会丢掉吧？哎、欸，你没有倒完，你要把它倒完。被发现了，什么鬼呀、啊？冲击哦，杀啦！怎么你刚到台湾的第一步就拍这么想把频道关掉的东西？我想知道到底底部的馅料是什么？那已经不是重点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香菜是加量的，要39块。一盒要39块钱，肯定的。就把那打头天就贴上来，对，马赛克他的样子 ，Dead or Alive。这个叫做香菜肉羹披萨，吃那种拉比索，所以对，有香菜富翁肉羹，400块钱，哇！先从外观来说，先来评个分，零分，味道-5分，还怎么样？香菜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真的要吃吗？对啊，我哭了。好臭哦！下面肉羹好吃哎。我还是咬那个龙翅。我刚才把那个披萨在嘴巴里面卷起来。
然后一整坨的咬。哎，可是那肉羹好香哎，没有香菜的地方好吃啊，真的好吃啊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哎，但是绝对要把香菜全部拿掉，一点也不能加。评分要客观一点还是主观？主观，这是我们的频道哎，等等等。两分吧，哇，人这么好、啊，都有香菜，都可以挑走香菜啊！我的主观是可以加，但是当然全部挑走香菜。我给零分，臭死了、嗯。老实说，如果没有香菜的话，嗯、我觉得我会给他到三到四分。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沙拉，沙拉，下一个，咚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这次 KFC 有什么样子的变化？柯南呢？啊，柯南呢？哇，暗黑海陆堡，你看侧边，你看侧边，你看侧边。黑衣人哎、欸，两边都有，哇，好帅啊！这个很帅，比外面漂亮哎、欸，上面有 QR code 跟密码哎、欸，哇，哇，好帅哎、欸，真的是电影联名哎、欸，哇，玩个游戏哎，输入答案是什么？隐藏在包装上的数字，隐藏在包装上的数字，没有看到。会不会是这个耐热90度？还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去用火烤啊？欸、有可能、啊。好，不要那么想了，我们快吃东西了啦！啊，不要急，不要急了，不要急了。大家答案留在下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输入。还是答案只有一个，其实就玩一次就没了。应该是。我们会爆雷了，这是不是每一个不一样的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海陆 QQ 鲜虾堡，就是鸡肉跟虾堡，就很像两个月前的时候麦当劳出的基本一模一样的东西，不过它上面的东西改成了。哎，不对，嗯，这是两个月前的肯德基出的东西啦，是吗？是啦，我想起来了啦，我们还有业配过拍那个 shirt， 吼吼吼，我从深海里带回黄金大秘宝啊！哦，我们有业配过的东西忘记了。难得我们频道大概两年来第一个业配、啊，难怪看起来那么好熟悉哦，没错，对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很厚哎、欸，嗯，没错，嗯，跟两个月前我们业配的那一个一模一样，它是带微辣，哦、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比较辣哎、欸，这个有点大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我知道了，什么？眼睛没有反光，爆屁了。你解谜了吗？吃出来了吗？我吞掉了，不是在里面吧？是写在里面，已经在饮料的胃里了。来，评分，噔噔噔噔，我觉得偏辣，不然我会给他到五分。嗨，肯德基还有另外一个小新品，噔噔哦哇，芝麻蛋挞上面是芝麻哎、欸，它的那个酱感觉用挤的，挤了挤了两坨黑色，里面好酷哦。哇，那是什么？中间那个念一次，哇哇吉啊。十分钟前才刚教过，哇，听的那个哇哇吉，对对对，哇吉，黑芝麻哇吉，你为什么发音要哇？你可以不要那么用力了，好难哦，哇哇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嗯嗯，我觉得搭哎，更好吃哎，它的哇吉没有哇吉感啊，它没有很 Q。它不是比较软，它像薯泥耶，跟吃汤圆很像、嗯、好像把一颗黑芝麻汤圆掉进去，但它没有蛋挞的感觉，因为它蛋的分量超级小，嗯哼，所以没有那种吃蛋挞的感觉，那种淡淡的 feel。嗯、来，评个分，噔噔噔噔噔，讲了那么久，两分。哎、欸，这次老实说，肯德基表现不错。麦当劳下一个，韩丰甜辣鸡腿堡、欸。我知道这个，有一天晚上的时候，啊、我问大家好不好吃。嗯，有人跟我说辣，有人跟我说不辣，然后你中计了，对不对？我后来没有点，哎呀，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辣不辣，因为我不能够吃辣、嗯。然后我跟他们说，他们去打一架，应该告诉我到底是辣还是不辣。天哪、啊，真的是韩式那种，你看拉丝哎、欸，哇，韩式炸鸡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完全不辣，没有吗？没有辣哎，它味道跟韩式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好像是自助餐里面那个番茄蛋，那个调味没有那么糟糕，好不好、哦？我没有说那个很糟糕，就是很家庭的味道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影响我的那个判断，你在洗脑我那个画面。等一下啊，你说不辣，一点辣都没有，我就告诉你，它不像汉堡王是马上，那不是啊，它是后，因为它很甜。甜先把那个压住，以后你就会吃得到里面的辣椒粉，吃到鸡的那个不好吃的，而且还会辣，层次感很足，但那个层次没有层次好吃的。评个分，噔噔噔噔，两分没有那么糟糕。好的，
今天的最后一位甜点，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我刚刚只看到什么冰旋风，是不是？啊，冰旋风，好像是冰旋风。在留下放了半个小时，长得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没事哦。哦，没事吗？没事哦。阿华田冰旋风，对。为什么它叫阿华田？它的名字是音译吗？对啊 ，Overton， 哦 ，Overton， 真的哎，1904年哎，1904年是什么时候啊？100年前吗？100多年前什么？清朝哎，是吧？是哎，在清朝的时候，清朝就有阿华田，这外国人这里这个阿华田。哇，好，那我们就一大大 kiss 嘛，是吗？三二一，他把阿华田弄成一个好像脆脆的东西，吃起来像什么？你家里开了一罐阿华田，然后你忘记盖盖子啊，对，太潮湿，然后结块，然后撒进去。阿华田的那个麦芽味好重，跟巧克力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味道，就是那个麦芽味。2分，原版的那个 Oreo 最好吃啊。对，以上就是我们的十月新品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今天这样看下来，感觉十月我觉得最值得吃的是肯德基。对，又可以玩，这个不是业配哦。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家喜欢，让我知道下个月会有什么样子的新品，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不要香菜，真的不要。面包，我们等一下可以拿去楼下拍一下楼下管理员的样子吗？好，下一集工作室没了。